今天就来教给大家一个可以快速切换武器的小技巧。我们在和敌人战斗的时候，经常会子弹打光了，换弹的时候敌人有可能会冲过来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尴尬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切枪。接下来我就教给大家如何快速切枪。这个方法我们之前在刺激战场的时候卡出过隐身开车，卡出过开船进入地下河，总之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方法。首先我们找到一辆车，在车上打开第一视角，然后断开网络，接下来我们返回大厅，然后重新连接网络，按照提示重新进入战斗。进来以后我们就已经成功的卡出了这个 bug， 我们可以快速的切枪，哎，就是特别特别快的那种。并且卡出这个 bug 以后呢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穿过这种薄一点的铁皮和木板之类的墙面，房子的砖墙是不行的啊。方法非常简单，小伙伴们学会了吗？好了，视频到这里要结束了。